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。青青，咱们走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送开我！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我结婚了。我出嫁了。你是我爱的人，青青，我今天不能眼睁睁看你跳进火坑里头，我不能看着别人逼你结这个婚。没有人逼我。 只有你逼我。你干什么？你快走！你告诉我，你是真心想嫁的？是。不是，这不是真话。青青，你不是真心要嫁给他，你是骗我的，是吗？ 告诉我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青青，我们可以的。你相信我，青青，咱们现在就去找赵春来，咱们当面跟他说清楚。走，咱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走，你放了苏雨东，我结婚了，苏雨东。 赵春来，什么你？赵春来，你出来！赵春来。